大家好，我是阿牛，在那边办那个捕鱼笼，抓到了一条那个鲶鱼，我们这边也叫红骨鱼。我今天我要过来办那个捕鱼竿，直接下钓，走。我在海边捡这个泡沫。当那个浮波，这边的礁石比较多，有一个大鱼很喜欢在那里出没。我先把这个鱼竿弄好，我拿了那个烫线过来，来做个鱼竿。下面还有这个是绳子，我拿了这个虾过来，整条这个虾到时候搞好这样拌下去就可以了，因为天差不多黑了，我要快点去了，所以现在过去拌鱼竿七八个吧，我还没数，我到那个深一点的水那里你要拌，因为那里的水下面很多礁石，走。这样子，绑好这个线就可以了。这个会住两个呢。全部都办完了，现在回家，明天再过来烧它，期待有更好的收获。昨天把那个鱼竿在那边礁石上，现在准备去把它拔上来，不知道有没有海鲍。走，昨天下了一场雨，今天那个风浪还是很大，这潮还不是很对，我放在那边鱼竿都是在这个礁石上，我们去找了，不知道那个浪有没有打掉了。那个浮波还在，我反正这个把它解开一下。牛哥，估计机会不是很大哦。不会吧？以前我虽然在这边弄都会咬的。断了，钩子都没有了，咬断了。没有钩，咬断了。这是什么？咬断了。不管了，再去烧下面。那个浪把它打上来这里了，有点卡、yeah! 有十万啊，十万，看到了，十万太小了，你看出进去了，你看太小了，这个把它放
好了，好了，我们再一直烧下去。哎呀，不要摔倒！哎呀，好像断了一个在那边。不过看那个炭木的不见了，还有绳子也不见了，应该是那里浪比较大，给打断了。什么？石斑吗？石斑。啊、哦，你看这条石斑，那个浪把它打到石头上，全部打到遍体鳞伤了，哇，全部。一个晚上了，那个。不知道什么时候钓到的。哦，一条，肯定是撞那个石头撞的这个。不过，漂亮。啊、哦，发财了，运气爆棚啊，牛哥。这个石头撞到的，我记得还有两个那个钩子没收哦。要是再给你来一条石斑怎么办？我要休息一个礼拜了。还有那个莲花节也有了，上大货了。你说有没有？我希望有啊。很轻啊。有，我没有啊。有鱼钩啊，空空如也。这个是打龟。好了，我们再烧下一个。贪吃的家伙，他把那个膏全部吃到嘴巴里面去了，我怎么弄下去呢？今天忘记拿那个墙纸过来，把它按进去。全部都烧完了，准备回家。很不错了，战绩。本来是钓那个红骨的，谁知道可能就是昨天下雨还是怎么样，他又没勒死我们，弄到一条贪吃的石斑鱼。这个鱼竿还有这些泡沫啊，如果不放高了，要把它拿回去。要不到时候丢在这里。烧到人家，所以我要烧好这个。我那个解鱼器没拿过来，把那膏子收到里面的，不敢放扫地。这样子全部拿回去吧。今天的智能机发展到这里了，咱们下期再见。生活总是美好的，爱你们，拜拜，回家啦，清蒸大石斑。那边还有两个在那里。朋友们，咱们下期再见了啊！回家吃饭。